一个超级抗热的月季，因为抗热所以它也非常适合两广。这个品种呢叫做蒙娜丽莎，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哈。它是一个超级浓香型的月季，你看它的颜值，这才是很绝的一个地方。这个颜值呢特别近似于龙沙宝石。龙沙宝石是什么？就是月季当中颜值的一个天花板。这是两广的花友，很多人都想种龙沙宝石，但是呢就圆不了那个梦，因为龙沙它需要春化，但是这个品种不需要，而且越晒它的颜色越好看越美。它的整个花茎呢能够达到10多公分的一个直径，是一个标准的大花型切花月季啊。你虽说是切花，但其实它的枝杆并不是特别长，所以呢它拿来做盆栽，拿来做养护啊，这个是非常适合的。如果说你地栽的话，它可能成熟高度也就是在1米以内的一个高度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超级风花型的月季花，它的花量是很大的。然后呢它在冬天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它冬天能开出像巨大的一个蛋来，因为温度低了之后的话，它就长得像一个桃子一样啊，整个颜色特别好看，但是它不太容易打开。这个品种呢它就不太适合特别阴的地方，这个品种叫做蒙娜丽莎，超推荐。呵呵的花园，实现你的花园梦想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